请观赏。要喝，都看外面做好不好？看我面子的。不是，陛下，这金生的行为，我是越来越没办法忍受。有时候跟他争个道理，他就用暴力对付我；为了家庭的和气呢，让他又得理不饶人。好像家里每个人都怕他似的。当初我们就是被他伪善的面目给欺骗了，赔上了碧云一生的幸福。其实，卡出金生若做唔对吼，我袂一直为伊个啦。啊，不过，卡拉哥伊嘛是我袂使，咱是一家人嘞。啊，若是互相揭疮疤，是会让人家看笑话。你也是想清楚才做啦。其实吼，我较无烦恼这啦，我较烦恼的是人会摕你甲正贤的过去的交情来打击你的选举，安尼影响到咱的家庭。陛下，如果情况坏到会破坏我们家庭的话，我们更要心手相连，应付困难。谢谢你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，而且会让你以我为荣。为什么你不早点回来？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不装死，不要逃亡的话，你也不会失去陛下，我更不会失去有何了。为了陛下，情愿早点回来。就算是回来送死，我也死而无憾。只是我不忍心，我不忍心辜负我阿爸对我的一片苦心。他为了我抛弃了一切，就算抛弃他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。而我只能够在他有生之年陪伴他，孝敬他，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，我才敢回来故乡探望亲友。你一定没有料到，跟你最好的朋友会夺走你心爱的女人吧？我不想寻回过去，我只想面对未来。我要走的人生还很长，要做的理想还很多。活着就是真的，活着才能够去追求，去实现。你做得到，我做不到。我永远都忘不了有和结婚那一天，新娘不是我，我跟做梦都没有想到，碧霞跟有和在婚前就发生了关系，碧霞早就怀了他的孩子了。什么？
我不会骗你的，是永和亲口跟我说，是我亲耳听到的。 郑贤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有。没想到陛下他……你这次除了为陛下回来，难道没有别的理由促使你回来吗？有，当然是有我爱的故乡和一群关心我的朋友。陛下抢走了我的永和，你这次回来了，就应该把陛下给抢回去，把我的永和还给我。 你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为什么都对陛下那么好？我想爱的人爱不到，我却活该倒霉，让自己喜欢的人去娶陛下。如果永和不离开我，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样的地步。感情的事情是无法勉强的，除了这件事情我办不到之外，其他的任何事情，只要我办得到的，我都能够答应你。感情是自私的，你一定要为你自己着想，把你曾经深爱的陛下带走。我说。 人事已非了，即使陛下他肯跟我走，永和他也不可能再接受你。只要陛下离开永和，我就有办法得到永和。唯一能够让永和重新回到我身边，就要靠你这次回来帮忙。我已经没有第二条退路，我们一生的幸福，就看你从不从我，能不能够把永和从你身边抢走的幸福，你再抢回来。我说，幸福。 随时跟在我们的身边，只是看我们懂不懂，我去掌握而已。你只要仔细的想一想，自然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拜托拜托拜托各位，自由和先生，以后自由和先生，大家一定要给伊支持，将你心血一票、可爱一票、宝贵一票，拢投予以后自由和先生，自由和先生，甲你问好，自由和先生，感谢你，多谢各位，谢谢谢谢。赞赞赞赞赞赞，袂歹袂歹袂歹。 像你这样真会哦，啊，佫照着礼貌哦，安尼共拜托哦，安尼人大家一定会感动的啦。真的。啊，有的缺点就是安尼，你伫行咧时阵，你头壳在顶下落，啊，像日本人咧行咧有话，哎，孙立马先嘿啊，安尼哦，过啊见，啊，人会感动，啊，人才会投票哦，有哦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我再来一次。我想一招，佫较好一招，咱两个哦斗阵哦出来拜票，你讲阿山话，啊，我讲台湾话。 啊，那真是太好了！只要大家肯支持永和，让永和高票当选，就算叫我去给人家磕三个响头，我都愿意啊！阿廖阿廖，咱两个联系，咱两个联系去。好，各位乡亲，五路兄弟姐妹，阮里头由于哦出来竞选这个机关，请各位爱多多帮忙，拜托拜托。各位乡亲父老，我们一号朱永和先生出来竞选，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支持啊！谢谢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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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拜托拜托，这边哦，阮里哦。 哎，当初，我想写嘛，写啊，啊，写不写嘛？写了又要，我的腰，啊，是，失恋了，失恋了，失恋了。阿廖，我怕他阿将军等下要看我们这边个交代了，啊，拢是我，我打算叫你安行咧行看，我跟你回失恋了吼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也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自己这把老骨头啊不中用了，还是应该多锻炼锻炲。 不然永和参选的时候，我怎么去帮他拉票啊？别别别别，你休要困咧。像我想，讲实在哦，我这么愈想愈爽咧。永和若当选议员哦，我就是议员的丈人妈咧。哎，对耶，我也是很开心啊，认了一个这么有出息的干儿子，将来啊，我就是议员的干妈咧。嘿嘿嘿嘿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咱两个讲起来哦，实在是，我气啦，啊，尤其阮碧豪，真方便，我嫁到永和咧。 可惜，我们国秀就没这个命。我想，拍不拍谁了？我讲了这个，我想应该怕。我，哎，国秀，你等下。国秀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现在每个人口口声声啊，都是永和当选了以后会怎么样，会怎么样，又不是当选总统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更何况能不能当选还是个未知数。妈，我看我季嫂又是想利用机会来接近你了吧？好。 啊，我你我，哎，国秀啊，永和是妈的干儿子，妈帮他是天经地义的事啊。他要是能当选，也是我们大家的光荣嘛。你少在那边乌鸦嘴诅咒他。对啦，国秀啊，啊你是永和妹妹呢，啊伊若当选议员哦，你行出去嘛较有风。谁稀罕？你怎么啦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很烦很烦。
反正我不希望永和当选啦。无啦，国秀啊，永和是恁哥哥呢，啊，你来讲安尼。他不是我哥哥，我不要支持他。看他平步青云的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所有的好事都让碧霞给占全了，美意就落到我头上，为什么呢？郑贤这次回来，居然一点都不看永和娶了碧霞。郑贤没有死，永和怎么可以娶碧霞呢？我告诉郑贤，碧霞再婚你就已经怀了孕，碧霞她跟永和……顾秀，你来先讲阮早起听话，你来讲了到底是要破坏阮家的家庭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以后跟郑贤到底在想什么？别讲阮家的代志啦，尤其是你啦，以后别跟郑贤来往啦，安尼你也麻烦。你也知呢，永和这嘛是出来在竞选议员的，伊若去惹拢麻烦，那不是假衰。Q 嫂说的一点都没错啊，郑贤他已经早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了。他还回来干什么？他活着只会让我内心更痛苦，让我想到为什么我的儿子广东就不能活过来啊！幸好哥死了，没有看见永和娶了碧霞，要不然的话还真难咽下这口气。郑贤一回来，发现爱人变节了，苦在心里说不出口，何必呢？有本事就把爱人给抢回来啊！国秀啊，你干嘛在那里兴风作浪的呢？你自己婚姻不幸福，你干嘛要抱负在别人的身上啊？我给他这边休息，别干没了。这还怪哦，拢怪我那个无缘的囝婿哦，贱人啊，何时不是这个时阵回来？我咧讲，代志大条啊！这个有何？万一为了他落选，那我们两个没面子啊！没啊，这无钱不要紧，但是面子较重要。我看，我先回来阮家处理阮家的代志，我先去咧啦吼，歹势歹势。国秀啊！你去找郑贤干什么？你那么多事干嘛？人家碧霞跟永和现在好好的，要是他们家里再有什么风波的话，你怎么对得起你的良心啊？我这嘛跟你讲的吼，是真重要啦，可能吼会使改变你一生啦。碧云啊，我咧跟你讲话，你有咧听无啦？我有耳啊啦，算唔知伫咧听。你讲你的啦，我也听我的，我无想要讲话啦。好啦，你即马真足听吼，我即摆若当选议员吼，搁再来我就当选副议长、议长，搁再来吼就做县长，啊你就做县长夫人啦，啊你有欢喜无？啊？我无迄个福气啦，你也是紧喊我自由啦，我一个人较快活啦。我也知啦吼，你嘴歹讲啦，暗讲吼你心内足欢喜啊，人讲吼妻以夫为贵。一个伟大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个贤内助啦。我们现在要重新塑造一个恩爱夫妻的好形象。我这次要顺利当选哦，非你莫可了啦。我若真正遮重要哦，你袂拍我安尼拍到，叫我失去囡仔的时阵哦，你连唔失去我。我知啦，我会补偿你啦。以前迄个代志吼，咱就甲放水流啊，放互袂记的啦，好不？我会放袂。我会当当作是底壁内底一只石头啊，来等你扫。好啊，你有影收过分呢？我对你客气哦，你无当作是好气，我要给你用哦，你把它当作粪扫啦。你即摆讲啥哦？对我来讲拢无重要，你敢会晓讲的无算话尔？嘿，迄是主要好家己不守信用啊，唔敢嘛退出啊。我是来用我幸福的婚姻介交换，我都无咧瘾头讲。碧云，你听我讲啊。放手啦，要做事啦。碧云，拜托你啦。这摆吼，你甲恁阿爸讲，这个米店给我做竞选总部，我看吼，咱这间米店的地理风水拢是袂歹，所以讲吼，一定来保庇我当选的啦。撇云，拜托的，给我一摆机会，我一定好好表现啦。咱两个吼，都来拍拼，我的胜利就是你的胜利，吼，咱两个都来同心协力，创造双赢啦，吼。我甲你讲哦，我唔是念头，恁人绝对会出头的啦，我要你以我为荣啦。撇云，我知啦，我做遐尔多歹代志吼，我一摆诚心诚意吼，请你原谅我啦，拜托的好不？一摆一定要原谅我，是我好牵手啊，好不？拜托的啦，哦。你若将我当作是某吼，我也着将当作是翁啦。这翁仔某本来就应该夫唱妇随嘛，对吧？对，哇，你讲得有够对吼。咱吼手骨头哈，屈力无屈出啦，咱绝对袂使输吼阿姊甲姊夫啦，吼，好无？哎，我了解讲国秀吼，已经将永和感情放袂记，
想袂到哦，正贤啊一个出现哦，规个人拢变形去啦，搁甲正贤煽动呢，讲煽动正贤吼，都爱手撇下倒转去啦。哪会变安尼啦？阿爸，正贤是我的好兄弟，他不会不顾我们的感觉，做出伤害我们的事情。爸，我应该向正贤吼表明我的立场啦，一切后果我会去面对。我是无赞成吼，你甲正贤见面。一见面了，这一切后果，我是惊讲哦，你家己无法度通承担。恁两个莫阁想遐多啊，好好啊珍惜即摆目前所有。还阁有，这个国小这个死糟囡仔，安尼话啥咧乌白讲，哈？甲正贤安怎讲的？讲啥物撇下哦？还袂结婚之前，都有心啊。每一片天都有一朵云，每一颗心都有一种。这个国小这个死糟囡仔，安尼话啥咧乌白讲，哈？甲正贤安怎讲的？讲啥物撇下哦？还袂结婚之前都有心啊？你，阿爸，这样正贤会不会怀疑思梦就是他的孩子？爸，我袂让正贤吼把思梦带走了。我即马上惊的，就是惊讲，正贤万一若知影讲，这个思梦是伊的亲骨肉，真有可能啊，把思梦带去日本。袂用安尼，思梦是我甲玉和的后生啦。啊，你是咧写啥啦？我咧写证书啦。恁阿爸毋是要向我挑战，我拢嘛先下手为强。我看卖。好，你袂使看。我唔是甲你讲过，叫你甲恁阿爸讲哦，伊买店让出来，让我做竞选服务处，你都无法度啊！我可免知恁袂联合起来对付我。啊，你唔是讲我是你的好牵手？你若要选举想要赢，一定要我甲你斗相共。啊是安那？现在无相信我啊？哎呦，我哪敢无相信你？我还要靠你替我拉票，我是逗着你玩的啦！哦，这叫做吼增进夫妻间生活的情趣。我现在讲两句，讲气甲咧，笑唔咧，好啦，哦，乖乖咧睏，哦，我是咧讨救兵啦，我要写批互伊，我以前做生意的朋友，叫伊来甲我光脚，来甲我助选。啊，你遐朋友是咧做啥物生意啊？谁哪你前几年会使赚遮侪钱？我若想要赚吼，我拢嘛足够赚。坦白甲你讲也不要紧啦，我遐朋友拢嘛足有钱的呢。足有钱的啊？对啊，因拢嘛足够赚钱啊，啊，不过甲你讲哦。这咱阿公会秘密啦，袂使互恁阿爸知影。好啦，紧困啦，我要来讨救兵啦。啊，你要选县议员，是毋是要开这侪钱哈？这你袂使妄知哦，钱是我的秘密武器。我实在是无了解你呢。恁若无了解，就莫啰嗦，乖乖听我安排，知影无？好啦，紧困啦，莫甲吵啦。事情演变到现在这样，谁都没有错。啊，我若面对正贤的时阵，我应该用什么态度嘞？这真简单啊，会当避咱就避，那避无路，咱就改过嘛。爸爸，我无赞成，你这叫做鸵鸟精神。碰到问题、拄到困难，你就避起来，我反对。这叫做什么鸵鸟精神？到即马你还阁未清楚，较早困的。明仔爬起来吼，读下较清楚的时阵哦，你再去想看卖，看阿爸讲的安尼有道理也无道理。阿爸，阿爸，你看这张批是金星啊写的啦。好，有啊，你看。是密告我的信。而且写啥哈？就是检举我跟正贤的关系，还有以前对国家政府不满不利的罪状。哇，这个事情吼，实在有影有影袂过，家己抬头别来啦。恁爸有影吼，饲猫饲咧咬破布袋，这路人若无赶紧想一个办法吼，咱大家拢伊个害害死啦。去后背去吼，咱搁退算银票。来，好吧，我去阿叫去。阿爸，我是进来问话吼，等咱咧吼想会清楚，才袂出差错啦。啊，你就摕这张批。伊甲我讲吼，伊是写批批，伊遐有钱朋友，叫伊摕钱来做算啦。我
我无相信啊，所以带伊睏的时阵吼，我偷偷摕来恁看啦。你白心也挡袂了，这若挡你喽，不敢问一个清楚吼，到时候咱大家拢去害害死啦。咱是君子，迄个是少年的，啊，咱吼君子免来斗赢少年，斗来斗去，我上无面子就是我啦。还佫有啦，我上惊哦，又吼叫这个少年甲害去啦。安怎三更晚晚困，大家吵吵起来啦？安怎？你啥子意思？啥子意思？我讲，我真在恁遐啦。我正是安怎？我甲你讲，歹啦。我，你心肝是有够好嘞，乌甲吼，真正乌含你个角色。土鳖混，都是你啊！小家是干什么？你干什么你啊？你看我，你不是讲假？我甲你当作某，你就甲我当作翁，什么夫唱夫随，假神假道，你来放屁啦！你若真正甲我当作是恁某，你别安尼动甲动手啦，怕好做什么查甫人嘛？你卖乱大细声！我查某囝饲二十几年啊，唔是咧拍佚佗的啦，还阁有啦，阮查某囝今仔是友好啊，唔是咧出卖你啦。你今仔甲我交代清楚，一若无，我甲你轰出去。出去就出去，我咧惊你笑。嘿，叶先生，你以为你写黑函密告我？就能够逼我退选吗？除非你退出了，不然我黑函照样写了。你下不了我的了，我唔对啦。我耕地哦，耕我足辛苦的，我袂当半路落轿啦。好，我就把你的轿子通通打翻，让你们一个被轿子压死。金星啊，你写足超过呢。我甲当作是一家伙，但是家己的人，我唔知你原谅你哦。你即马为了家己好处，你来出卖阮，把我当作冤仇人。你的良心是你倒位人？我的良心在遮啦，是红的啦，唔是乌的啦。我是好心人慈善家，你想看吗？我为这个地方造桥铺路，出钱出力，啊，我都要好好成立秋林阿秀女士青海奖学金。啊，够了！好啦，你有够卑鄙，我阁想让你骗去啦。当作你是一个君子哦，你有够恐怖的啦！我恐怖，上恐怖是恁朱有何啦？哦，一年冰月老婆都要抢啦！你够了，差不多了。你有啊，小黄八蛋，有啊！好了，快点进，甲放开啦，卖插面啦！走！呀，恁查某人。去房间去啦，阮查某人有代志要讲，去啦，莫听啦，去去，入。我跟你讲，即摆剩咱三个查某啦，咱好好认真坐落来吼，解决代志啦。先生，你讲你要爱什么条件，做你开啦，只要你莫害有何就好啦。哦，阿爸，我知啊，你要甲我做鱼仔汤啊，对无？哈哈哈！有啥当好笑？先讲啦，我问你啦，我若要甲朱有何拼，你安对付我？你要甲伊拼，那安尼我就甲你拼啊！安尼咱是要讲啥个啦？我一定甲你拼到底，要拼到底是哦。安尼哦，大家试看卖嘞，到尾死的哦，是你家己啦。嗯，我若下下一年下吼，朱有何一定输输输输到一败涂地啦，我稳赢的啦。金星啊，你是我的囝婿呢，啊，我是恁丈人爸呢。敢讲你对刘南爸袂当手下留情一下？啊，手下留情，毋是到无条件投降，我才不爱咧。我是讲吼，人情放一线，日头好相看。阿爸，不要跟他讲那么多了啦。今天艾将军看中我，提拔我，我们就应该相信他的人脉关系。纪晓岚、朱有兰哈，清清白白，我就不怕他写黑函密告我了。话安尼讲是无唔对啦，也毋过这是咱的家内孙呢，这敢毋使顾嘴去是无？安尼顾嘴歹看呀。我甲你讲。你若捌你嘞，捌你当选这官员嘞，大家绝对伫你背后讲一挂闲话啦，也阁有啦。这艾将军哦，伊是真巧真有智慧的人哦。这个事情我都咧后边讲哦，艾将军袂甲听啦。啊，你也知呢，我是一家之主嘞，这家内事我都处理袂好，我要哪会落面子啦？金星啊，好啦，条件做你开啦，只要吼乌函莫写就好啦。哦，安尼哦。我咧想讲哦，阿爸，你以前敢是答应我，讲米店要给我，我想要接来做啦。我答应你啦，我先做过户给你啦。哦，哈哈，阿爸，多谢哦，我最爱吃你所出鱼仔汤的。哦，我鱼仔汤哦，真烧真烫人啦，较细腻，咱去烫到水质啦。哦，阿爸，做你放心，我足细腻哦，我袂去烫着啦。好啦，明仔我过户给你啦。是，你甲我听清楚，也毋过我有一个条件啦，你马上退出，退出参选。爸，这样做，啊好啦，我答应您啦，像你讲的哦，袂使后悔哦，安尼哦，当破
成功，由我来。阿爸，你别安慰着我。快去，听阿爸的。阮今日开始，咱厝的吼，都要大团结，咱来建立新的希望，咱来面对孙子。拍鼓啊，拍鼓啊啦！每一片天都有一朵云，每一颗心都有一种虫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暴力分子，你再乱来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应该是我对你不客气才对，明明是你的错啊！你这个不要脸，说话不算数，霸占了明天，说要退学，一毛钱进学，是你说话不算数，你不要脸！你看你这三毛病事啊！我看你不要跟班，我告诉你，你阴险，你不要脸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！你笑啊你！哎，你赶快，你们快点，慢着，你走，你走了，你不要欺负我吗？不要欺负我吗？妈。国秀，赶快带你妈回去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今天国秀当我的庄脚的话，我早就打断你的手跟脚。国秀，你敢帮金轩助学？金轩这边邱家欺负我，一定要帮他了。你跟我回去，你再帮金轩助学，我们就脱离这个关系。你走啊！顾妈妈，现在是民主时代，国秀有他自主的权利，你怎么会滥用亲情，妨碍他的自主呢？你管我！你嫂子没啰嗦。你呀，这挑拨是非，我们家事不让你管，你给我回去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他有没有回来？皇上，我忘了，你现在讲皇上，你现在讲，你还抗争一种？啊，不，忘记了，他五五五爹给你做定了。抗争结束了，我输了，国秀竟然敢帮金轩助选？国秀啊，你怎么想了？阿达那秀多哟。国秀，我还处对下跟你谈一谈么？不需要，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。观众，哎，来，你先去为你的心跳了。多少了？多少？你说话都不算。当然好，越轻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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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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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死囡仔，我先无啥爱讲伊啊。但是哦，看见我是你的丈人爸吼，我送你一句哦，金言玉语啦。你若讲无小心用哦，你这世人哦，永远你都未长青啦，永远我都未出头啦。你是我的儿子，要听不听，输在你啦。阿爸，我嘛是不得已的，偏偏有好讲我拢是你的家产，你家支持个斗啥讲，拢无爱插我，我足无面子的。我顶下有这个面条吼，作为竞选总部，我若当选了，拢害你啦，对无？我当选，伊就当选，当选啦。好啦，一身骨我咧白相者，等一身骨洗洗咧啦，两个家产来面条的吼，做一下君子的斗争啦。我本来的君子啊，迄是猪油好，叫伊环保用品改伊啦。是啊，伊用品改伊啊，不用管咱个啊，贵辛苦啊。金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代我妈向你道歉。没关系啦，我是讲风度的一员啦，不跟你计较了。走。哎，金生，金生，是我，你跟着去搅和什么呀？妈，你把金生过了一身面粉，那么狼狈，我要去跟人家道歉了。你，我操！哎，我要紧啦，国秀今日变咖呢吼。替金生做算了，完全拢是正下顶下才安尼啦，正下无顶拢无代志啦，这有影死鬼有影。Q 三，我这样子对待那个不争气的女婿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啦，恁来讲这款话啦，是讲无得搞，你今日甲金生教示哦，伊会变好啦。啊，若变好，我真实哦，都要甲你努力一下。有啊，我上今仔日安尼无顾一切哦，替你做算哦。假使讲你若是当选啦，你一定爱加倍哦。高尚又好听，爸，这我知了。妈，以后你就不要这么辛苦了，有些事情就让我自己来处理就可以了。玉芬，那敢是静言的私梦？哎呦！
啊，我这。谢谢。来，你要加吗？铁顺，来，过来。这杨丽，铁顺呀，你安尼哦，先人带路走，阿爸你若去拄到歹人呢？袂上，我刚是歹人。阿爸，啊你是你老糊涂哟，啊当正的面头前，啊你讲这款话。是阿爸。来，金水搞破灯了，搞破灯，搞破灯，灯。阿爸，灯给他，灯你都没听有了，你也上去。阿爸，是了，你走。我这米店的看好师母，从那才出来行行的，所以咱大家才那样生气。我当然嘛是生气，好佳哉，我亲目睭看的。哎，你这摆心肝内咧想啥物话？你这摆想要搞金水怪去日本了？阿爸，阿爸。你来讲这啦！我讲哪唔对？爸，哦，哈哈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唔爱甲你这款日本人哦讲话啦！哎，我你上，你安尼讲，敢是咧甲我侮辱的？我安尼讲敢唔对？你即摆立的是日本心嘞，搁护着啥物日本人？卡刀，连卡骨你都袂卡啦！阿爸，我你上啦，爸，请你莫搁再讲落去。你话感觉连我家己拢袂认得家己啊？是啦。我应该找到恁大家所想的同款，但正个已经死啊，已经消失。但是我今麦活的，我真正活的。正贤，你不要这样子想，我们都因为你平安的归来而感到高兴，我们永远永远都是好兄弟。只是环境不允许我们承认这个事实，面对这个事实。我相信你跟我一样都有这个感受才对。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，我会有分寸。希望这段尴尬的时期没有给你带来困扰。其实我也想去投案自首，可是我在日本为所有中国人做的公益事情还没有完成。为了能够顺利进行，我暂时还不能够回顾我自己的身份，我也是很遗憾。命运都是天安排啦，这摆我谈也无什么路用啦，这个呢，家己较保重啦。还能够再去拜访您吗？我看你还是赶快回日本吧。姑妈妈，你们的馒头店烧掉了，也烧掉我很多的回忆。我很高兴看到你们重建新房子，希望姑妈能够再给我这个机会来孝敬你。我上，我上你了。老百姓的幸福都握在你的手里，你一定要好好努力。郑贤，你不要忘了，你自己也是过来人，当年你也为老百姓争过权益，只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所以争取的方式有所不同。是啊，如果能够让我从头再来，我绝对不会再像当年一样采取那么直接、那么尖锐的方式。只有温和理性的诉求，才是真正的民主进步。的女儿啊，我越看国秀越不像是我自己生的，竟然大庭广众之下跟我唱反调，真是让我丢尽了人呐！我们母女两个在这受你照顾，真是让你看笑话了。都怪我不好，把她给宠坏了，让她跟金生在那儿有样学样，越学越坏。不要这么说，我想国秀是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思想，再加上经过一次挫折的婚姻，难免在行为上会有所偏激。他不是真的爱那个马文才，他是一时糊涂重阳的心理。其实失去有和给他的打击最大了，可是这个婚姻是天注定的嘛。我有一直劝他开导他，都经过这么多年了，希望他能想开，好好的找个人嫁了。谁知道最后还是弄个四不像。还不如这样子吧，我来跟他谈，也许透过第三者呢，他会把自己心里的话给说出来。只是这个傻丫头为金生跑来跑去的，也不怕伤了自己的身体。她是嫉妒陛下的命比她好，这个丫头
鬼迷了心窍的要报复有何？这会不会跟陈振贤的出现有关呢、啊？陈振贤个人档案我已经查清楚了，如果他还不离开台湾，回日本去，对有何的前途会有很大的影响。哎呀，这气死人了嘛！他本来就已经死了，都不属于这里了，他干嘛还要出现害人呢？龚妈妈，你还来干什么？这里是艾将军家，他不欢迎你来。没关系，里面坐，我们刚好趁这个机会无拘无束聊一聊。妈妈，这是一点小意思，孝敬您的。振贤呢？你的突然出现会让我们顾家跟邱家都不安宁的，你最好尽早的离开，对大家都好。我会听顾妈妈的话。看来这趟我是回来错了，这个地方已经容不下我了。你是一个聪明人，应该离开一个对自己最不利的地方。加藤先生，我叫陈振贤。如果你叫陈振贤，你早就被抓被关起来了。陈振贤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不在乎多死一次。陈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我是念及你跟顾家还有邱家的交情，所以我没有为难你。再加上我调查你个人的档案，我发现你在日本一直为乔家在服务，所以这一次拿日本护照，我们都以宽厚的态度不约束。这里是我生长的地方，离开之前我时时要面对恐怖的压力，不过这次回来已经改变很多。你以为你又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的胡作非为了吗？你休想打这个如意算盘。刚才艾将军已经说过了，要不是念在你跟我们这两家以前的交情份上包庇你，等到哪一天万一这个事情纸包不住火了，不要说你自身难保，恐怕你还会连累艾将军呢。我很感谢艾将军对我的爱护，给我这个停留的机会，让我可以弥补国中为我而死。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，我不想再回忆。顾妈妈，对不起。我很尊重你，也希望你尊重别人。有很多事情是一辈子也没法解释清楚的，只有让时间慢慢让它淡忘。陈先生，我很高兴你称呼我陈先生，让我找回自己。艾将军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要我不要回头看，而是向前看。这样子对你，对大家都好。吴秀。国秀，你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国秀，在你这干嘛？进来乖，没事。你今天的洋相出够了吧？你把今天的事情给我说清楚。哎，国秀，顾妈，我负责把他带回来。每一片天都有一朵云，每一颗心都有一种心。你觉得暂时不想回家的话，就进来坐好了，晚点我再送你回去。我这里呢，什么都没有，想喝什么，想吃什么的，我去买。不用了。你一个人住这里？是啊，这里是我的家，我爱我生长的土地，爱我的家乡，我所有的朋友。不是所有，你是特别回来看碧霞的，要不是她已经结婚生子啊，带她走是你回来的目的。我对不起碧霞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要离开台湾的那天晚上。我是冤家啊，你干嘛把我拿去坏样子？我的丈夫，我的丈夫要求伊给我看今年最后一面，我若无看啊，我唔敢活啦！我的丈夫，小姐，老爹走，已经去日本了。去日本啊！
以下真的以为我已经死了，谁能拿知道我就在他人生，就是一墙之隔。早知道他会失去的，我就不会在苟且偷生。你要感谢你爸爸，感谢他的用心良苦，至少你现在活着。活着回来看，这个世界改变了。你的未婚妻不也嫁给你结拜兄弟了吗？如果人生能够重回到起点。 我会选择拥有平凡的爱。正贤，会不会有人来抓你啊？这次我不会再逃亡了。你好，奶奶家里。 到过去代志啊，那你搁讲咧。当时我不堪回首，当时我对我家己搁较残忍，其实我对我家己搁较残忍。你绝对袂了解讲，迄个是我伫咧即间办公室的心情。你以前对一寡代志所不办表现出来强烈的抗争，你所疑心的，敢有假代志？我安怎讲？我拢付出，我是真心的付出。 我今天不是要来跟你讲过去的代志，我是专门。我的弟，我真有代志想要跟你证明。我想要问你，你别跟我问我，我未回答你任何一个问题。你莫忘记，我是一个有翁的人。有翁的人还敢来私会旧情人呐、啊？还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，这件事情万一传到你那的耳朵里面，可是有好戏可看了。国秀，你不能够造谣惹是生非啊！ 正贤，难道碧霞不是一个人偷偷来的？还是你们已经事先约好了？我也真不识相，凑巧啊，在这个时间，在这个不受欢迎的场合里。碧霞，对不起啊，是正贤约我来的，我不是故意要来破坏你们素香之情的。国秀，你是在做什么？正贤，你不是说过你要弥补我答应我的要求吗？我要你像爱碧霞一样的爱我。 你不是说过你要弥补我答应我的要求吗？我要你像爱碧霞一样的爱我。静言，我今天是专程替你寄来行李了。这是以前我你送从这间厝的赃款，然后我现在提转来行李，请你收起来。我现在走。佩霞，佩霞，正贤，正贤。 为什么你要这么任性？你个性一点都不改，现在玩笑闹大了吗？为什么你一定要这么做呢？一点玩笑都开不得啊！你爸得罪碧霞，你就不怕拿知道我吗？难道我没有一点吸引人的地方？为什么你跟永哥的眼里，除了碧霞以外，就没有其他人？我恨你们，陈正贤，我要你对我们家亏欠一辈子，我要让你这辈子还不完也弥补不了。王秀，王秀。 你要怎么指责我，我都接受。但是千万请你不要借题发挥来伤害碧霞。我知道你也是个好女孩子，只是你没有学会爱惜你自己啊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王秀，请你冷静一点。我知道你的心情不好，你的心情就不沉重。你在埋怨别人亏欠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曾经为别人付出过多少？ 感情不是秤上的东西，它是永远不可能平衡的。我不会反省的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曾经打击过我、伤害过我的人。我不可以看他们骄傲的站在我面前，我不能。我说，好好哭吧，好好发泄一下。等你发泄完，我再送你回去。 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
下，怎么还不睡啊？哎呀，今天白嫖走了好多路，累死了。怎么了？在想什么？玉芬，我今天没跟你讲吼，就去见郑贤了。哦，见他。我将进厂给我放下甲地客，拿回去还他。是应该还给他。也许郑贤比我们更需要他，本来就应该还给他啊。我搁看到国秀甲郑贤到底呢。怪的经营，国秀好像对郑贤较有意思。哦，那做后悔啊！郑贤还没有结婚，如果他也喜欢国秀的话，哎，我倒是愿意出面替他们两个凑合凑合。我也不希望我的好朋友啊，这辈子打光棍不结婚呢、啊。可是讲国秀伊闹一个精神寄托，不离开伊个性哦，对他改。嗯，那我们两个是不是应该加把劲，帮他们牵个红线？聪明一世糊涂痴的国秀，为了得到幽会的爱情，竟然甲金星浪费为奸。因两个人会对撇下幽会郑贤，做出他一款惊天动地的代志，定定杀机，步步惊魂。明仔载晚八点，台湾演艺有你上关心的好戏，敬请合家观赏。台湾演艺。淡薄阮的爱，一生只要来爱一摆，有哪甘愿忍受着伤害？为情昏昏昏东西，心内的痛苦你甘知？甘讲是阮不应该，阮不应该甲你来相识。无奈阮爱你爱一摆，心痛。